这没人修吗？哎呀，打一个气球刀就没了呀。在大方追了。
把子就修完了呀，我很难受呀，这么快。他是顶着个眼修的。感觉不应该是大风吹，亏死我了。没了呀，多打三局。部队还没了，问空了，再决三层猴子。佣兵小木屋，黑妹在龙王，大门是魔术师，三台。造魔术了。
这不行了，有人不带电机，被补开了，单张了，右面还是被摸起来的，这节奏不对啊。黑妹贴门了，心智也贴了，平还是可以平的，不过又要多打两局了，难受啊。这换挂也不是，不换挂也要当营帐，换挂了也要当营帐，感觉没什么办法。什么鬼？他吸了只鸟了。应该差一点，私藏炸鸡，也是双休了。
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少一个人修电机。都修完了，用命在这躲着，不知道在哪。你的挂机，
又是这招卡位，Yeah.
哇，这个人是真的狗，他应该是狗到那个地窖的角落了，然后等这个佣兵死，然后等我打他一刀之后，他把门开了。估计是要跳第一脚。他怎么做到不出乌鸦的？我操！他是黑妹，他又没有什么什么箱子什么的，一直不出乌鸦。
人。简直消失了，都不出来。
都不动了。不是磁铁有毛病吗？那磁铁像人皇。换一个这个，
太乙台呢？这我玩你个手，一台满了。弹的怎么有问题啊？哎，这会不会弹的有问题啊？
哇，这穿模穿的这么严重的吗？跟个透视一样。看这船上一台电机，一个椅子都穿出来了。停了。